讲就是说，小女生跟你参加同一场比赛的话，评审说不定就会把冠军给她。我觉得可能会被 PK 掉。对啊，就是上次那个也是那个小朋友，也是很厉害的小朋友。所以你应该恨儿童吧？不会啊，我现在在陪我弟。弟弟是儿童。对，我弟现在才8岁 ，OK 啊，还有机会。OK。好，赖明伟，你最后要唱的歌是？我在比赛的时候总冠军赛那个春泥。好，加油。赖明伟第一次上电视是跟萧敬腾来康熙吗？对，是不是第一次？那时候还没有参加第二届星光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参加。哇，你现在跟他还有维持友谊吗？现在有啊有啊。你认为这样现在应该翻脸吗？就是这两个人就同时都进入演艺圈，就会比较微妙的关系啊。他当初以萧敬腾朋友的身份来康熙，现在已经是二代星光的冠军了。真的耶，真的是非常恭喜你。对啊，谢谢。来研究一下奖金或奖品好了。好，汉典啊，你那个比赛的奖金是？不要吓到哦。多少？50000块。蛮多的啊，对啊，有钱呐、啊，干嘛那么没有自信呢？50000块啊，真的哦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奖杯，那50000你拿去做什么？就先存起来再说嘛。你剪辑都叫你抽筋，不要找我们。国王的心意嘛。他又在那苦肉计，你知道观众就会骂我们两个说没人性什么的。他现在靠这招，你知道欺骗大家的台北。好，那 Formosa 有奖金或奖品吗？有，什么？就是大概二十几万、30万。这么多？哇。对啊，不过要整团分啊。你们团不就四个人吗？其实这次是来四个，可是我们大概有十位左右。对，其实就是赢那个奖金，然后去更远的地方去参加总决赛，这样是对、啊。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就只能一直去更远的国家。对，我们人生就是一直挑战，没办法拿到实际的金钱，最后到南极吗？在冰上跳舞。那徐亚涵，你知不知道你参加的比赛有没有奖品或者是奖金？有。是什么？有10万块。哇！而且你一个人拿哎，妈妈有给你拿一些吧？还是说立刻就全部给妈妈了？立刻全部都给妈妈了。你觉得这样公平吗？因为妈妈的钱就是我的钱。哇！哦，妈妈已经高了。我的钱可不是你的钱哦，我在跟女儿喊话。我一直在跟你妈讲话，好没良心。妈妈通常都这样讲，后来就不知道去哪裡。我们要花掉了，股票都赔光了。怎么办？品轩，我不好意思问你，因为我们康熙应该出不了多少钱吧。没有啊，我们节目超抠门的，就直接把他派去南极参赛。他就没有，他就说可以上一些中天的节目，你不要这样唬唬人，可能帮他接几个 case， 可能也没有让他上。然后今天来了，今天可是得到冠军后第一次上节目啊，对，哇，超入墨女的，那有奖金吗？
没有奖金哎，可是可以出国比赛啦，下个月可以出国比赛。嗯，他们应该没有自己定做一些什么水晶奖杯给你吧？有一个那个啦，后冠，但是后冠后来也收回去了。借来的，应该是造型师借来的吧？是不是？那陈之豪呢？你的世界冠军三支水晶奖杯在这边。哎呦，显然是我的奖品就是只有这个。徐一鸣，你刚刚讲水晶奖杯就是没有准备好要看到真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怎么办？真的来了！哇，水晶奖杯！那有钱吗？没有钱，也是没有钱。就只有这三个奖杯？对。有的人是有荣誉感的，徐一鸣。好，那赖明伟呢？在讲之前，我先送一下我们的专辑。谢谢。可是我们手上已经有全台湾年纪最小的全能创作歌手的专辑，我们有加起来年纪最大的专辑，人最多，对不对？最多，我们推出传奇分享纪念盘，而且我们二班在四月份有两场重要的活动，是一个是那个国托的我要成名的歌舞剧。哦，你们要参加歌舞剧演出？四月11号到13号。有四场演出在全团都演哦，全团好有我们有五个会参与这个演出，你会参加吗？我会是其中。你不怕忘？那现场的对啊，忘词、破音什么的，那个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哎。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，现在已经会讲官方说法了。你好刻薄。破音还是表演的一部分？谁要看破音啊？我们那时候都很担心呐，可导演就说没有，他说他要的就是这个。就是要真实的东西，就是要破音跟跌倒。对，而且我们就是要摔得狗吃屎。赶快叫小孩子去参加演出算了。而且我们4月18号还有我们的那个电影要上映，《星光传奇》，就是纪录片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有纪录片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康熙做了4年，人家都不要拍纪录片哎。他们就是因为你演技太差。他们多想找我啊，可是你要拖油瓶一个啊。什么概念？纪录片不是用演的。我想，今天参加这一集的冠军们，其实各个际遇都不同啦，所以表示当到冠军也未必能够一步登天。参加比赛是对自己的肯定，那其他的就不能强求。可是还是希望大家都成功了哈，谢谢你们喽，谢谢。